首次合作奇幻悬疑题材剧呢，二人有为这部剧做什么改变吗？我们都剪了头发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我们都剪了头发，这是我们共同的一点。但是学习技能呢，我就是学炒菜嘛，然后呢学搬砖，搬砖，真的搬砖。就是把它码的齐一点，是吧？对，真搬砖，然后呢，就是学习这些就是职业上的技能吧。对，在职业上的技能我也有学习，我有学习做糖水，然后呢会做清补凉了，清补凉，然后还会做一些果汁啊，然后还会做椰子冻。这个也算是体验生活吧。对，万一剧影头拍出来，就比如说晨晨搬砖，他那个手法不是很娴熟，那现在他已经知道了，确实有在工地上过班，是不是还真的去体验了一下？真去体验了一下，就是一在那工地走，就每天就是那个脸，爆汗，不是爆汗就是爆灰，鼻孔里都是灰，全都是黑，全都是黑的，所以说明大家都很这个不容易，不容易。而且还搞了一个很工地的寸头，而且他那个寸头，我记得我当时给你拍了一张照片，特别好笑。是吗？你戴着厨师帽，然后那帽上有一个一个孔，你记得吗？啊。然后他的那个毛刺头从孔里钻了，头发稍微有一点长长的没剪，对，有点不修边幅了，就呲出来了。哎，你会自己盘吗？就是会。给人洗头就非常快速，本来就十分钟变成五分钟了。